你想让我吃吗？只要你喂我，我就勉为其难吃上两口。冰城，是我。你怎么来了？二妹，你受苦了，我当然要来看看你了。要知道，我早就恨透了你这张目中无人的脸。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叙旧，那咱们言归正传吧。好妹妹，我想知道澹台烬到底喝没喝那碗粥，为什么偏偏他没死。你知道那碗粥？是啊，就是那碗你以为只有你家的料。你在里面放了什么？孔雀胆，入了口必死无疑。叶希沃，这粥是你专程做给我吃的。澹台烬是以为我要毒死他，为了救萧离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这么做害死了萧离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跟我提这个名字，你们根本就不配。你知道吗？那是我满心期待，我以为会传出澹台烬和那老太婆一起被毒死的消息，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澹台烬竟然没有喝那碗粥，他竟然没死。苏母也是你杀的。叶希沃，你不会难过太久。姐姐，我成全你，让你们在阴曹地府再续祖孙之情。澹台烬，你想让我吃吗？怎么了？只要你喂我，我就勉为其难吃上两口。从今往后，不管你想要什么，你告诉过我。二姐，二姐。